第二十四题，呈上题，下列有关蚱蜢在平面镜成像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知道平面镜成像是呈一个正立相等的虚像，所以选项 B 必为虚像是对的。我们也背过物距会等于像距，所以选项中蚱蜢与平面镜的距离等于成像平面镜的距离也是对的。我们晓得镜子成像是利用光的反射，所以选项 C 平面镜成像是光的反射结果也是对的，而选项 A 是错的。我们上课提示过也做过活动，我们的平面镜的成像都是呈正立相等的虚像，所以无论我们距离平面镜的有多大多远，我们的成像都是一样的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。所以二十四题我们说，下列有关蚱蜢在平面镜成像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像的大小会随蚱蜢与镜子的距离而改变。